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想要过的人生，每一项工课拢需要大家认真佮拍拼，才会当完成。每一粒米拢是农民辛苦所换来的，珍惜才是人生上大的礼赞。手背相拥插满田，低头并肩水中天。绿军清征方为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头鬃已经渐渐白，也是笑笑讲咱一切无问题。你是我啊，天公伯啊，你今日心情哪会遮歹啦？安尼叫阮是安尼活落去啊？好啦，我讲安怎艰苦，嘛是要互囡仔大汉，嘛是要互阿爸甲伊阿公妈过日啊。莫搁讲啦，愈讲是愈伤心啦。好啊啦，这个时机本来就无理想啊，莫搁哭啊啦，也是赶紧回去食饭啦。日头已经要落山了啦！食什么饭？饭到拢见底啊！是要害阮的囝夭死啊！好啦，阿伯伯啊，保重啦！我是来顾我的巴肚较要紧啦。阿爷安怎啊？哪唔食啦？哪个在看着？你阿妈你哪唔食？我要食饭啊！是啦，拍啥货啦？食你的饭啦。哦，代志你嘛讲，咱当初会解决啦。嘿啊，爸。囡仔也莫管啦，下你的菜就好啊。哎呦，我就是咧烦恼，你下下回甲伊有滴甲伊心情莫表袂出来。囡仔，你有爱认真读册，再高不你爸甲我做咩？哦，我知啊。你怎么办啊？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好像没在看书啊？啊，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我不是说你在学校一个比较热肠的同学吗？对啊。家好像是这个村里面还算有钱的吧？对啊。那你们是什么身份啊？蛮有钱的。他们家好像是这块田的大地主哦。哦，那这样也好办啊。您就去跟……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利友啦。那你们去学校跟他讲讲看啊，如果他们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话，那好办啊。好啊，好啊。那愁眉苦脸的，怎么办？我家已经没有钱了，我爸还要付你们家的土地租金，还有房屋税，还有我跟我哥哥的学费。哦，有租金这种事情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我超没用的，都没办法帮上我爸的忙。连叔叔、爷爷都在帮你爸了吗？真的超没用的，不瞒你说。我真的需要你帮我。好，兄弟，终身兄弟，这两奶太在身边了哈。我到时候再跟我妈讲一下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是我的救星，太好了。好，你好。好，那今天送你到这里，那我回你家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要不要去下我家？我先跟我妈讲一下。不用啊，你直接帮我跟你妈讲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拜托你，万事拜托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拜托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带回去要怎么说呢？哎，先进去再说好了。哎妈，我沙茶能不能说说讲？吃什么沙茶呀？我啊，家这个是很经典的，又香又健康的聪明大餐呢。少爷，看你平常吃那么多肉，然后这里阿婆肥又是那么强壮，而你却是一堆肥肉，我觉得好挺伤心。关你什么事啊？OK 妈，他刚讲的阿婆肥啊，是我朋友他的爸爸啊，他们家真的很穷，那我想说可以帮帮你。赚多少钱吃肉哟？那不然我以后少吃一点，那你就帮帮他们好不好吗？拜托。好吧，那爸今有去收点鸡，那这条鸡块，就先去帮他们把肉吃掉。妈还真是好人啊！好，赶快吃饭吧。唉，这冬的产度搁要到啊，搁有注册费的啦，无钱唔知要安怎。啊，我转来啊！爸，我摕着200块来，这200块给你。这200块是倒位摕？你是毋是去偷的？不是，不是，我，你搁讲袂使，你搁讲袂使，你搁讲袂使。好啊，别怕啥啦，这么大声，有诶就好好讲。今日恁干妈讲，这200块是要倒来？这是阮同学利用后过来啦。哎，阿福，阿福，哇，阿福怎么被打成这样子？哦，这个，哎、欸，阿福爸爸，这个3000块是我妈要借给你们的。你就是你哦。哎哎哎，安尼你妈妈就是迄大地主。哎、欸。这安尼200块，阿福。爸。弯头看阿爸是山，要用什么皮纸慢慢写？阮讲的话，你才会知影。唔通听，唔愿唔愿听，讲你离开这。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偷看阿爸是山。我最亲爱的阿爸，阮想要搁叫你一声，像伊早日写的歌，感情放落唱有袂煞。我最思念的阿爸，我温唱歌来予你听。歌声亲像伊样，带你回来阮家。要用什么批纸慢慢写？阮讲的话，你才会知影。唔通听，唔愿惊，讲你离开这。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偷看阿爸细说。
新郎大婶，一球天青，二球地绿，三球林长青，四球新大英，五球木红心，六球地黄，七球人生，八球理想，九球合子平安，万事大吉祥。